4800码，九龙塘北架山一号，实用面积1451尺，四房同嘅公司盘，仲望到烟花添。北架山一号坐落于北架山嘅大型屋苑，由长实发展，2004年入伙，共有4期16座，提供601个单位。今日喺呢间屋有两个特色，一个横厅配上一个靓景，我哋入屋睇下。户主做咗一个玄关，再行前少少就有一个横厅，非常之宽阔。向前行就有一个大露台，望嘅景观就望翻自己嘅内园，再远眺个烟花景，蓝天白云，非常之舒服。我哋再回广方嘅厅，然后顺住走廊入翻第一间套房。呢边可以做主人房，空间都够大嘅，直行就主人浴室，原装嘅装设，用浸浴，一个长形嘅房间，有个窗台，望出去景观同个厅系一模一样。走廊再行前少少系下次，基本上都系用浴缸，唯一缺点就系冇窗。再行到尽头就是三间睡房，呢度系第一间。第二间睡房上船方正，呢边就望翻山，都有啲绿色 ，OK 嘅。最后一间房都比较方正。厅嘅中间有另一个走廊，走廊中间就做咗个储物柜。再直入就系一个长约长到冇人有嘅厨房，两边都有工作台面同埋储物柜，工作台面同埋收纳都够用。所有家电都标烟嘅，再入就是一个工人套房。整个屋苑就好大，有自己嘅商铺，去有一城或者地铁站都好方便。似呢间卖价4800万，你哋又觉得点？欢迎留言话我知啦，拜拜。